后来行政院长苏贞昌嘛讲，即届个人齐心合力，这个政府甲民间的机关大量来买往来，结果往来内销的量比要消耗中国的量要搁较侪。啊，立委会主委柯泰山嘛出面来话话，讲两岸伫个检疫有合作的机制，希望未来会当继续按照这个机制来处理。中国方面突然一张信函通知我们相关单位，那我们接到这个信函非常突兀，也跟一般贸易原则不同。中国是安怎向向禁止台湾往来进口？李伟北向行政院长苏贞昌问清楚。这一次所谓的甲壳虫，过去壳虫是我们如果有也是用烟熏方法，就各该建。处理就可以进口。即马政府做往来国家队要来帮助台湾往来拼外销。过去五年，台湾往来阁卖到附近的日本、香港和新加坡。其中日本伫去年就卖2160栋，数字有成长，而且内销嘛真旺。大量的采购，我们相看到这一次这个数字，甚至于都还比本来要销中国的数量还高。面对中国各大办表示暂停进口台湾往来是正常的生物安全防范措施，阁批评民进党政府是挑工来抹黑。刘委会主委柯泰山话话，回归检疫机制。那因为两岸呢，针对检疫的问题呢，有合作协议这样的一个机制。那过去也有双方针对这个机制呢，做过各项的这个联系跟协调。那我想后续应该就会继续按照这个机制去做处理。中华因为台湾往来引起贸易大战，就希望政府出手了后，农民的生活未受到影响。